事情是这样的，叮，自己开始假装有剪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，因为很多人都一直，哎呀，好黑哦，啊，不管他，怎么还是好黑啊？那算了，不管他。正面的体现了我的纠结，那到底管不管他呢？那稍后继续。因为很多人就一直说，就是不是很多人吧，就是偶尔我也看到，就有人说我不太爱换衣服，就是为什么经常就是被别人拍到的照片都一直穿着同样一件白色的 T 恤。我其实就想拍这个视频来说一下，我换了，好像比较没有说服力，所以我就来到了，哒哒，我的衣柜，我要展示一下，我是真的有很多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有天天换衣服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要专门拍个视频来解释一下，反正就这样了，开始喽，哒啦，哇，还挺震撼的，因为我真的觉得白色的很好搭，然后不仅是挂的这些，下面哎看得见吗？下面这也是我折的白 T， 看见没有？这也都是白 T。这都是白T， 所以我真的就是我每天都有换衣服。不过我的黑 T 呢？没有黑 T 的呀。当当，黑 T。好了好了，先不管黑 T 了，这证明是我还是有黑 T 的，不是只有白 T。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数一下我到底有多少件白 T 吧。我是一个自带剪辑的一个的人，出于严谨一点点哦，好多，出于严谨一点点，我们是不是要把它仔细的分一下，就是带 logo 的和不带 logo 的衣服嘞？天哪，这怎么这么多件衣服？这叫白 T 哈，白 T， 因为我还有白色的衬衣什么。哇，白 T。你看我很严谨，灰色的都没有是吧？像这种灰色，哦，它还挺白的，算一下吧。打脸。然后就是白 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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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白 T。仔细深挖肯定还有，但是就先这样吧。开始喽。我后悔拍这个了，因为我真要把它重新又再叠回去。我试过很多牌子的白 T， 然后我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穿的，然后就是一些穿的比较舒服比较好内搭的，然后也有那种就是比较大一点点比较厚一点可以穿出去的。我刚说了多少件？哦，那我快跟你说话了，不要打扰我。哎，完了，我的左右呢要开始分别记了。那边是，有图案的，这边是没有图案的。等一下，这边是多少？啊，我出一点，出一点。年纪大了。数完没有任何图案的了，一共是件啊，我们的后期可以把它声音消掉了。那你刚才有没有仔细看呢？我一共有多少件纯白 T 呢？好，那我现在来数一下带图案。我发现我刚才特别聪明，我不是没有办法左右脑同时记两个数字吗？我就专门剩下了有图案的，好像一般人也都可以做到，就这样吧，开始数喽。
这是黄色的，我们算了。带图案的是点，那所有的白 T 加在一起，点，我一共有的白 T 就是剑。你猜对了吗？猜对的话，等一下也不可能那么多人，全你们都会给我留答案的，对不对？那猜对了也没有那么多奖品可以发，所以为什么录这个视频？猜对了又能怎么样？猜对了就天天开心。人生反正也不用做的每件事情都必须有意义嘛，我们图个开心就好。